由于近期连续阴雨，丽江的玉龙雪山山顶上居然下起了雪。今天雨过天晴后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仙境般的雪山画卷。瞧，夏日的雪山风景与其他季节截然不同，晴朗的天空下，雪山高洁，白云飘动，山青树绿，野花遍地，雪地的高洁与艳丽的鲜花相互映衬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哎呀，觉得像世外桃源。第一次来到雪山，我非常的兴奋。嗯，所以现在要努力克服的情绪，还担心到这个高原呢有高原反应，所以要把激动的心情呢还要压抑一点。哦，还不能太激动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游客们表示，在这样的天气里游览雪山真是饱了眼福。记者看到，更多的游客选择了游览云山坪，使云山坪等候缆车的队伍排了很长，上下的缆车都座无虚席，到处是兴趣盎然的游客。索道管理人员告诉记者，今天前往云山坪的游客超过了5000人。这映雪山和想见的应该说还要美，比想象的还要美。我自己就是第二次到丽江这个玉龙雪山，看到是非常高兴，因为那年呢2004年来的时候没有看到的全貌，而且没有这个光线那么清晰，今天看到这个景色，我非常心情特别的舒畅。有没有迷醉的感觉？有点迷醉，很想不走了。哎呀，这真是